击球，卫视大运造势，千辆花车彩街游行。陈列花车，台湾本土味浓，还有这个整台车插满鲜花，后方还躺着大大的牌匾，怎么看起来有点怪怪的，让人质疑好像灵车。为了台北，为了四大运，全力相挺四大运的朋友，我们在这里先谢谢你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因为有你们的支持和参与，才能够成就这一场活动。年龄与宗教文化，北市动员30000人撑场。北女一队整齐划一的操枪技术在烈日街头上演，三太子也该脚，还有重机队伍也到场，台北街头很热闹。希望我们的四大运能够马到成功，办得非常的成功。那当然，中华队也要一马当先，得到很多的金牌回来。我们觉得很热，刚走好久。不会不会，原住民相当热情，一点都不会热。我们自己做的，真的。真的，花了多久的时间？好几个月，好几个月。5公里也不喊累，要听一个礼拜之后的市大运，点燃市民热情，为运动员加油。国家比赛奖牌也要留在台湾，加油耶！ Yeah! 国际赛事要打响名号，万人采街活动相挺市大运，让国手们能感受到有强大后盾。据台北综合报道。